了一个蓝，再回头拉一下，能不能再抓一下？还没秀。No eternal allies。灭了他们！来，闪顶！霸王本色，大招直接秒，秒了！人家是侧面顶了一个 L， 顶到黑沙暴弹里面，再接伤害进来，回一拉比夫也没，宫本武藏强行进场，瞬间明刀触发，闪电来了，肯定做不到。破釜沉舟。直接被带走。然后孙尚香卡了个侧边位，不能耗不回去，来回飞，断了个大招，急拉开，孙尚香侧面在追着人点，不然再绕，没了之后不然绕到侧面，三爷他在等 CD 啊，飞一段拉住，飞，再找，再飞，这么天，我会生气的，呀，怕不怕？这么天，回练开始。这波再往前挤，开一开大招，多人接起火，但打不动啊！这边这个火山在回血呢。贪生的困兽，逃不过猎手的伏击。关羽过来了，关羽往前挤，能不能蓝这波完成了收割，已经带走了两个头，再顶一下回来，蓝这波全是一个一个头。再玩鬼子，闪电出击，精准收割。胆敢大动干戈，海星进去，这波想拼龙，花海，花海拿到了龙，哎呀，这个过去一光爆发打花海，花海被秒掉了，诛邪退避，那这波得撤了，对，青龙也倒了，猪八戒这波想走，残血战线追过去，一下东皇三连决胜，剑指所向无前，抢发黄昏火，摧毁四海狼烟。围猎开始，站起来之后能救吗？又拉一遍击杀了，正面转一手下蹲，拍在鲁班七号，瞬间出了把名刀，我要进来迎接小九，要复活，他再接一举，猪八戒进来自己复活，能不能再来？还能站起来？再拍一手？要伤害那只花吗？一些愚蠢之举，定睛到场，行动开始。别怕，蓝，关键时候还要再切，再一绝，又切一个，致命刀锋，贪生的困兽，逃不出猎手的伏击。